喺旁边睇起嚟觉得点咧？我似乎完全都唔啱做呢样嘢啦，系嘛？的确，以一个女王陛下嚟讲咧，似乎待人咧太温柔啦。我非常咧唔识咒骂人嘅，而且对方咧又系黑人，感觉咧好冇礼貌啊！但系感觉你嘅黑人咧就系俾钱嚟俾你闹噶喎。既然你咁唔想闹人啊，点解又想做女王陛下呢？我从以前咧就冇办法抱怨人，就算对朋友咧俾佢哋好恶咁对咧，我都一路笑住咁原谅佢，就去到而家。但系隐藏住自己感情建立起嘅人际关系，只系虚有其表嘅啫。当我注意到嘅时候，发现一个可以讲真心话嘅朋友都冇。哦，所以我想改变咁嘅自己。想试下佢成为不断咒骂人嘅女王陛下，但果然都系唔适合啊！你跳跃式嘅想法都几犀利，不过既然有个资源，点解唔再努力下呢？但系我冇做女王陛下嘅才能啊！喂，你睇下，系女王陛下喎、啊！嘿嘿，好犀利嘅打扮啊，女王陛下，快啲闹我啦！咁啊，对唔住，啊咩话？有咩想讲啊，女王陛下？系冇啊，对唔住啊。呢个女王陛下一啲都冇女王陛下嘅样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佢话你哋好碍事啊。啊？我嚟同佢讲啊，你唔可以店入边逗留啊，好碍事啊。咩话？你唔好多管闲事喎，明明系。啊！会嚟 S.M. 俱乐部嘅被虐狂死猪，我唔系黑人。总而言之，同我躝啊，好笃眼笃鼻，唔准指使我哋啊！喂，被虐狂打就俾人打就好开心系嘛？咁我就令你好好舒服下啦。好，你班友死梗，我爆浪子，掉来关来。死梗啊！招牌击一嘢车落去，踩爆你！阿妈学嗰啲咩啊？三角热血冲撞，关落去，哇！打空气，一车落去，激撑起你，一再嚼爆你个口，咁废喺度叫，一嘢收落去，再收，殴爆你！我又死咗啦！烂，呢条友明明系个被虐狂，点知咁好打？我唔系讲咗唔系吓人啦咩？系咪仲想俾人打啊？之后咧，你要好好睇清楚对象先揾麻烦。如果咁啊，再喺我眼前出现嘅话，我就会毁咗你。哇！救命啊！嗰、那个对唔住啊，结果咧都喺店上面搞事，造成你嘅困扰。冇啲咁嘅事啊！多谢你帮我将我嘅心情转告嗰班人听。仲有嗰、那个咩啊？可以教我闹人嘅说话啊嘛？咩话？闹人嘅说话？系啊！听到你啱啱对嗰啲人讲嘢，我已经起晒鸡皮啦！我想变到好似你一样，想同你一样咁闹人啊！唔得，就算你突然间咁讲，我想要改变自己，求下你啊，将力量借俾我啊！教他责骂的话，佢都拜托我呢啲素昧平生嘅人啊！呢个女人似乎真系要改变自己嘅，虽然咧冇自信可以教佢闹人，但系话唔定咧我可以帮到咩忙。我知道啦。如果可以嘅话，我就帮下你啦。真系噶，非常多谢你啊！我系女王陛下真由，请多多指教。我系童生，多多指教啦。就算咁讲啊，应该教啲咩好呢？呢样啊，总而言之喺呢度咧都唔好啊，去公园先啦。好，我知道啦。公园唔系有个堆露宿者嘅咩？啊？是咯，第三公园嘛，堆露宿者唔系喎，呢、這个公园系咪啊？唔肯定。黐线，着呢啲衫去公园啊，黐线。虽然你可以按部就班试下，
哦，咩话？按部就班嚟指 ？S.M. 就系扮演唔同角色嘅游戏，就系、是、角色扮演游戏啊！我同童生先生咧扮演女王陛下同客人练习 S.M. 游戏，整个流程感觉咧，我就可以更加了解 S.M. 系啲咩。喂，大佬，我未去过，你啊讲呢啲，原来如此。嗯，等阵，唔通我要扮演客人啊？系，希望龙生先生可以彻底扮演被虐过嘅客人，然后呢、啊、教导身为女王陛下嘅我应该用啲咩话嚟闹客人。喂，唔系、啊，但系唔该你啊，我想要改变啊。如果咁样都唔得嘅话，我感觉一世咧只能够做一个冇特色嘅女人噶啦。哇，好沉重喎、啊，将吓、啊、屈我啊。嗯，的确，实际实践点样闹人呢？应该咧会比较。適合佢嘅，事到如今都冇得拒绝噶啦。我知道啦，冇办法啦。奇怪的事我就唔做啦，唔好逼我做啲黐线嘢啊！多谢你啊，太好啦。咁啊，首先咧可以由童生先生入嚟，身为女王陛下嘅我嗰间房开始嘛。好，试下啦。好入嚟啦，煮饭仔确确。女王陛下，今日拜托你啦。系，哎。请多多指教，话鞠躬你已经唔系女王啦，好似有啲唔啱喎。吓？系啊，虽然我扮演都唔系好好，唔冇咩资格讲，但真由你女王陛下嚟啊嘛。系啊，姑且算系啦。喺闹人之前啊，感觉咧身为女王陛下嘅自觉唔够自觉啊。呢一种事情开头好重要，你用第一句话咧嚟好好界定你同客人嘅上下关系。原来系咁啊！咁啊，我应该点样回应客人嘅招呼呢？竟然又嚟呢啲地方，你阿爸阿妈会唔会喊啊？区区一只猪，我唔准你讲人话。就算你为我嚟，我一啲都唔开心啊！我三个都系闹人嘅，但系边个最适合呢？拣咩啊？二啊！好多人都话。闹佢猪好啊！区区一只猪，唔准你讲人话。你就咁样讲啦。原来系咁啊！唔好将佢当人看。佢非常有女王陛下嘅感觉咧。虽然咧唔能够俾人理解咧被虐狂嘅心情，但系咧佢咁讲一定好兴奋噶啦。咁重新开始过啦。女王陛下，今日拜托你啦。区区一只猪，唔准你讲人话啊！个样都衰咗好多啊！即刻啊，对唔住啊！虽然咧系我自己要答应指导，但我而家觉得自己喺度做紧啲咩啊？然后咧，今日要玩啲咩？Nani？嗯？哎呀，请同我讨论游戏内容啦，因为唔同嘅人咧对 SM 嘅兴趣都唔同，所以要同客人咧倾过先决定嘅。原来系咁，但系突然要我讲内容，咁又系嘅，咁啊，咁就照平时嘅喜好嚟答啦。童生咧想俾女仔点样嘅咧？哇，我平时中意俾人点啊？虽然冇特别喜好，但而家就用被虐狂嘅感觉嚟答啦。想被鞭打，想被逼做丢脸的打扮，想被鞋跟踩。全部都是黐线嘅，应该拣啲咩？快点老强我，有啲人话快点强加我。大家觉得应该拣咩？啊？好多黐线答案。三啊，好多人话俾鞋争踩，好黐线啊！想被逼做丢脸系咩啊？扮猪啊定咩啊？丢脸打扮，唔知系咩？边啊？大家知啊，普通 S.M 嘢，你想拣咩啊？被鞋跟踩啊！我想知道如果丢脸打扮同生一马会做啲咩啊？咩啊？三啊？是但咯，三咯。想被鞋跟踩啊！吓？啊，童生先生，原来有呢啲，真系人不可以貌相啊！
我唔系真系想咁样噶，我只系讲下噶啫。而且你嘅反应啊，以女王陛下嚟讲根本系错。吓、啊，我暴露咗自己嘅性癖，俾咗你一个好球，你唔系应该利用呢个答案嚟回应嘅咩？啊，原来系咁啊，咁我应该点答好啊？啊，可以陪你呢啲咁样玩嘅人只有我咯，讨厌，我绝对不要。啊，原来被做这种事你会开心哦、啊，你呢个变态佬。拣边个啊？可以陪你咁玩嘅人得我嘅啫。第二个就系讨厌，我唔要啊。第三就系做呢啲咁嘅嘢嘅人啊，你会开心啊？你个变态。三啊！你好熟呢啲喎，你系呢啲嘢吓，啊，你成日去呢啲啊，俾人做呢啲事你会开心啊？你呢个变态，你就咁答啦，啊，呢、這个感觉好似女王陛下喎，好正喎，我想变成咁啊，喺交谈途中咧，若都有啊不经意咁加入 SM 要素先得嘅，咁就重新开始啦，又重新开始使唔使啊？你咪猪兜嚟啊，戆居！你无脑女王陛下，今日我想俾鞋跟踩啊！原来俾人做呢啲事，你会好开心啊！你呢个变态，对唔住啊，仲觉得开始有啲可悲嘅感觉。咁要开始玩啦！哇，啲小朋友嚟啦！哇，天真嘅小男孩。哇，大姐姐你件衫好靓喎！大哥哥，你哋好似玩得好开心，都俾我哋一齐玩啦！小朋友，呢啲唔系玩等阵，真友，你冷静啲。呢个时候边有办法冷静啊？我哋快啲离开啦！唔系，你谂下，如果系真嘅女王陛下，系会连呢啲俾细路仔观看嘅情况，系咪都可以运用喺游戏度呢？原来系咁啊！你讲得有道理嘅。所以我在这种时候应该对你做些什么呢？快点告诉我听。好，恢复女王陛下的威严。你小朋友围观的情况，女王陛下应该会对虐待狂的客人说什么呢？别人正在看着你鱼的样子啊，真是啊，你眼里只有我而已，我是什么都看不到，那里有些什么吗？应该选什么？第三个就是什么目中无人，第一个就是你看啲小朋友睇紧，你想俾人即系鞋跟踩呢个变态。第三咧就你眼入边只系可以见到我一个。一啊，别人睇紧你鲸鱼个样啊，别人睇紧你个鱼样就咁啦。原来系咁，俾人睇到嘅情况对被虐狂嚟讲系一种。好正嘅促进程序方式，佢再讲话要再更进一步刺激佢兴奋嘅心情，令佢更加高兴。你而家好知道啊，了解个状况啦。我明啦，咁就又重新开始啊。佢智力有问题定点啊？你哋啱啱喺度讲紧啲咩啊？女王陛下，嚟啊嚟啊，你就系中意咁系嘛？人哋睇紧你个丢脸嗰个样啊！好瘀啊！我唔系好明白，大哥哥你哋玩紧咩啊？走啦！我完全唔知道做乜啲细路仔。好对唔住啊，虽然话练习，但系令你瘀到爆炸。虽然咧有种咧失去咗咧重要事物嘅感觉，但系咧真由咧可以有所改变就好啦。非常多谢你啊！因为我想俾谢礼你，童生先生可以同我一起去店入边嘛？我知道啦，黐线啊，乱咁去人哋啲铺，咩叫俾谢礼都喺出面话，大佬一阵俾人侮辱啊！我应该将包包放喺度噶，里面有可以俾你嘅谢礼。你将私人嘅物品放喺 SM 房度噶？真有，知名真有嘅客人嚟啦，我马上就会俾佢过去，你做好准备啦。诶？喂，我冇听过客人要嚟，我留喺呢度唔系好唔掂咩？虽然话的确系有啲不妙，但系呢个可能系机会。咩话咩意思啊？
我等阵就试下将童生先生今日教我嘅全部用喺客人度啦。所以你可唔可以匿喺房入边睇我啊？哇，你胆都几大喎，靓妹。虽然咧我冇偷睇人哋玩 SM 嘅兴趣，但我知道啦，我试下睇下你啊，加油啦！系，系。哇，一个大肥佬就系嗰个又嚟啦，真有我又嚟啦。嗰、那个就遇到真油，闹佢嗰个客人啊！佢个睇睇之后啊，身为女王陛下，技术又升咗几多啊！咁啊，女王陛下，我哋而家开始玩啦！又要问贴士啊，又望呢边，开始啦，真油，表弟你练习嘅成果，你冇擅自开口讲嘢，而且区区死猪。居然讲尊贵嘅人类语言，你太嚣张啦！我都真系扮猪嘅，对唔住啊！仲觉得今日女王陛下特别有魅力啊！请多啲咒骂我啦！我完全唔明你噏乜啊！你觉得女王陛下有办法理解猪嘅语言咩？我唔理解啊！我唔讲你啊！真有。俾你练习嘅时候啊，更加闪耀啊，而且客人睇落好幸福，非常好。然后呢，你今日想玩咩啊？系女王陛下，请务必用力鞭打奴才，然后用女王陛下嘅玉腿狠狠咁用力踩打扮羞耻嘅奴才啦。做呢啲事，原来你会开心啊！你呢个变态，冇错啊，奴才就系个变态，冇错。居然被同你个女差唔多嘅人闹，仲咁开心，究竟有几变态啊？你真系丢脸啊！唔好咁讲啊！好，我知道佢一样啊，似乎咧彻底掌握咗被虐狂嘅客人嘅心，就系咁啦。不过这个姿势开始咧，觉得有啲难受，稍微改变一下姿势先。咩啊？啱啱嘅声音系啊？大王发出声音添，有边个喺度啊？嘛，既然系咁都冇办法啦。唔系店员嚟啊嘛？真油呢、這个人乜水啊？呢、這个状况应该点做好咧？真油，嗰、那个系我特别准备嘅观众啊！啊，观众。突然间谂到啊，将你呢啲羞耻嘅样俾人睇下，点啊？呢条桥唔错啊你！哇！你好中意咁样啊嘛？呢啲只猪丢脸嘅身体俾人睇得一清二楚啦，奴才羞耻嘅模样俾唔识嘅男人睇到啦。似乎咧用我指导嘅技巧应对咗啦，真由真系个好叻嘅女人，哇，好开心。咁就满足咗呢个痴线佬。SM Club 呢度，真由，多谢你同我玩啊！真由，唔系，真由大人，你身为女王陛下，你嘅态度十分了不起啊！吓，真系嘅，成长同之前完全无法相比啊！奴才觉得非常感动。接下来都请奴才咧，俾奴才继续指名真由大人啦。理所当然啦，尽情指名我啦，你呢只蠢猪。黐线，呢个已经失去咗人类嘅尊严，唔好讲男人啦，扮猪啊，黐线，真由系咪好正咧？系啊，非常多谢你啊，多亏咗同童生先生练习。我都唔想再有嗰啲丢脸嘅遭遇啦。哇、哦！真系令你做嗰啲鱼嘅事情啊！呢、這个谢礼你愿唔愿意收啊？得到寿无束缚，多谢啊，童生先生，我感觉到自己有啲改变啦。总算咧训练起嚟咧，我都觉得以后咧，我都可以用女王嘅陛下嘅身份继续努力噶啦。太好啦，真由。系啦，童生先生，接下嚟要以客人嘅身份光顾啊，真由大人会攞鞭令你好好享受啊。呵呵。虽然鞭咧又令要我考虑下，但系咧帮到手真系太好啦。SM 讲座，黐线。
好等先，嗰咩咩兽毛咩束缚，哇劲好多啊！将呢件兽毛腰封，仲劲过嗰件啊嗰、那个咩嗰、那个咩啊？那个 band 友俾我半亿白银，俾我件衫啦先。我而家要去神社，哦呢度。呢、这个药局应该冇走啦，系嘛？正路啊，合理啊！我呢个推理冇理由药局有走。神社啊呢度。喂，我妈耶！喂喂，你冇喺神面前喺度挤吉吉啊，大佬！黐线，极度大不敬呢啲友，一定要喺庙前面做呢啲咁嘅衰嘢，一嘢搭落去。一日掉你埋汽水机，惊啊！哇！狂呕衰金钟，死硬啦！又再一日兜落去，好，好睇下先，我用 CG 兑换啲咩啊？跑快啲，冲刺能力强化。好，即刻强化。我有18 CP 获得卡片探测器，有冇用呢？定系冲刺冲耐啲好啲咧？呢、這个仲紧要，冇啊，唔俾喎，要逐级逐级咁升噶。你冇得咁样，耍钱能力强化，即系要，总之有你啊，用晒佢啦，咁啊最好啦。好，冇啦，呢、這个小丑乜水啊 ？O， 我是包白羽刀工灵，睇嚟你好似。咩可以攞啊？唐岛之龙啊！呢啲系得到可好攞啦，改造模型枪、大师保龄球、轮机步系咩嚟？坚忍石好，仲有道具包只能够领取一次，继续攞晒啲道具包先。好，高级饮料，攞呢啲咁嘅垃圾金盘。轨道车、四驱车攞咗埋先啦，费事一阵有啲咩时候。好，攞晒，攞四驱车零件、电击枪，跟住而家要去，咪是但俾嗰啲走嗰啲，睇下有边啲未有得俾啊，俾咗先，俾唔到嘅又再揾，得翻一间啡粉啫嘛，好似，睇底。好要俾咩啊？日本酒，好你要嘅日本酒嚟啦，好嚟啦嚟啦，唔系呢个啊，聚唔到，多谢你啊，哥仔。系呢个咧，好要俾啲咩啊？香槟最贵呢条友，好下次咧，你同圣诞老人要求香槟啦。好，圣诞快乐，我都几串啊，同生一马口才。好到呢个系咩啊？我一定要威士忌，苏格兰威士忌，就去超市，即系最后一间啦，就系唐吉柯德隔篱呢间咩 Pop 超和街，冇人搞我啊，唔想有人撞到我啊，好转个弯。撞死你班友！喂，而家我喺狂跑喎，啱啱 update 咗，唔记得咗。冲啊冲啊冲啊！快吹！一嘢坐落，哇！识避嘅呢啲契弟，咁叻啊！好有味啊，苏格兰威士忌。而家使咩先？有冇扣呢个靓女先有得扣呢个 game？ 麦烧就喺苏格兰威士忌，终于揾到啦！好，阿呢个度个仔乜沙，即刻走翻去俾个契弟。又捞，好，千祈唔好有啲。麻烦嘢啊，大佬。どうですか？
好好，我好好，多谢你。I'm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？ 情侣撞落去底啊，喺我面前亲热，再撞落去，开始冇气啦，倾偈啦喺街度，由个情侣光落去。我苏格兰威士忌到啦，契弟。好，攞去，摆俾你啊，苏格兰威士忌。哦吼吼吼，果然讲出嚟啱，今晚咧就要饮个够啦，成班契弟饮饱食醉。哎呀，酒果然系生命之水啊！有以后开始要易啲讲嘢啦吧？当然啦，有酒嘛，我把嗰条脷啊，顺到不得了啊！大丈夫なんだろうな？咁样冇问题啊嘛吓？大丈夫 ，OK OK， 讲系咁讲啦，我哋知嘅嘢应该咧冇咩大不了噶啦啊！啱啱你有提到立华地产啦，你帮我哋捞过系嘛？系啊，就系讲咧，佢哋指定嘅地点咧坐一日嘅，骚扰妨碍咗附近嘅人。啊，好似一啲好轻松嘅打工嘅啫。啱啱咧都做完一单啊，攞咗日薪噶啦，听日咧又要去其他地方踎噶啦。你哋啱啱坐到就系咩啊？去白亚大楼度踎啊嘛，我睇到啦，所以知啊。咁啊，既然你都知啊，仲有咩要问啊？啊，咁完咯，唔使问啦。嗰个打工嘅人咧，系咪立华地产咧主动揾你哋噶？系啊，就好似你咁样接触我哋咯。哦，系啦，东城会啊、黑社会咧都曾经揾过我哋做同样嘅工作啊，都系帮人哋搞收购土地嘅。呢个年头啊，啊露宿者都有用处啊。无论系立华地产啊定黑道，只要攞到钱啊，我哋都冇所谓啦。原来系咁啊！啊，可唔可以再话俾我听咧？立华地产嗰班人咧，